小官抓小狗不行，陆逊听你说出惊人意，小小普通用心地，因母子连心万历难改，请求父父亲相传。这兴王不容啊，临终有计。花如梦不离乱，我母子已有定缘断，心结金边望您成全。公叔已尽尽心意，不忘初心。我问心事问安平民，穷年留心心也难定。一杯心意一关，若是聪明有德，必为一代圣树。我不如就先答应，让因暂时出家去。若出家能保住一杯性命，成就落实的穷那样。行船大义无完呐，陆逊，你起来。为父知影你志不在此，这世俗的功名，原非你所看到。咱姑之国太衰了，是无法施展你的才华以泡芙。好，嘛好，那是有你在你的母亲的身边，安尼我嘛较放心嘛。老爷，你的意思？是答应啊，我是答应啊。
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条件？什么条件？请过。国皇后公主，我同意娶你。修行天为有一事，爱为妻呀，你出家自在，只有你是黄色的江涌，不能敌。这是当然的，如此我也欢喜答应啊。也虽是黄亲，起初是公主高素清，我唔对啊！自古多娘改眉，公秀娇娘写笔天王，你甲罗雪，着好好在笑里时修行，并且不得拒绝王室的供养甲照顾，如此也才好两全其美呀。好，就安尼决定，罗燕，你也会当放心咯。多谢国王。阿毗达摩大悲菩萨论，你诵读了如何了？回禀师父，弟子我你诵经记世间上真正有人会用个过目不忘，罗氏，
你出家修改，才短短时间就会当有如此的成就，真是无简单。果然不负人说，心动之清。师父，殿下。现在所学到的义理，乃是为师苦读十年才有的成就啊！师父，我已经将我所会晓的知识甲义理，拢已经传授予你了。为着莫耽误你，我想你应该着爱另请上师了。这，我想你应该。去隔壁国，隔壁国，哦，正是佛陀涅槃五百年后，率你找优婆，加签严主尊者，召集五百罗汉与五百菩萨，一个经典的所在呀。正是，根据书上记载，当时信奉佛教者已经八万。剃度为僧者超过十万人，此后在历代王族的提倡下，隔壁国上下皆宗佛。前往中原传法的佛道丁大师也捌去遐求学。中原佛道丁大师，隔壁国的蟠桃达多大师是我的师兄，亲名阿含经藏。你应该去遐继续学习。师父，师父，大殿前又搁来真济民众，讲要供养公主甲王子，又搁来咯。同款，也是请因将主娘转予更加需要的神医，也是民众，咱心领就是咯。这。我已经讲过啊，但是这边因讲，若是记袂着人，就唔愿离开。这，罗氏，自从恁母子来到寺中，不但风景供养不断，就连百姓也是争先恐后来寺中布施啊。这，哈。就由地主来处理。现在，现在。
师兄，请了我一同进去。师兄，师兄。师兄，唔免去了，因已经入来啊。师父啊，阮想要亲自将供养交予公主甲王子的手中。是啊，是啊，请你予阮亲近公主甲王子。阮要见公主甲王子。是啊。各位施主，父王请受地，请勿喧哗。您看，是王子，是青毛罗，是王子，是王子，是王子的，是王子。各位施主。处处无王子，只有出家的精灵。无，你永远是阮屈指国的王子啊！公主永远是阮敬爱的公主。处处并无公主，只有比丘尼。公主诶，公主诶，公主！诸位大德。江下是好景象，厝边无事归亲乡，既有报施，是有上的报施，属于亲密的供养。因为付出的人心也是无清净，报施有所求，无论报施多少财物，功德也是真亲密啊。是，是啊，请大家理解。并落记求法虔诚在念贪功无德烦恼添莫思心境金多念色精功名行庄严诸位大德王色一路诸位大德，真抱歉，国王派侍卫传来旨意，少时要以国师前来避事，所以需要请诸位暂撇，请回。是。
另外，师父有交代，国王与国师已准备出宫前来，请两位师兄有所准备。因搁要来啊？有劳师兄代为回话，请是为会禀国王与国师，请因接问动心前来。这，我这就向师父告假，亲自回宫。去面见国王。不用的，绝对不用的。国王，请息怒，请息怒。王妹，你又何必如此啊？是啊，请公主三思啊！我已经考虑清楚，而且佛陀下面师父也同意，要替鸠摩罗什写一封介绍书啊！古之与隔壁相隔千里。你一介女子，又搁要带罗什同行，是要哪行遐尼远的路呢？是啊，公主，想当初，我是天庭来告古奇，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这非是你所能设想的呀。尤其是聪明，无论是当下拢有劣势，随时都独方无算，毁杀速降，无处难家，万无一转呐、啊。王妹，只要有心，处处拢是修行的所在啊！我估计。也有很多高僧大师，你何必一定就要下贱求愿呢？如今我的处境和心境，非是恁会当理解，这无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恁会当明白，这个一切拢是为着求无如是。为着鸠摩罗什，那正是为着鸠摩罗什，你就更加爱好好留在古寺，留在王宫啊！你敢知啊？当初我同意你出家修行，是我最大宽容咯。王妹。你是我最疼爱的小妹，罗什也是我最疼爱的外甥啊！敢讲，你都袂当体谅我这个做大哥的心情啊！真是要去，我心里记挂。今日我进王宫，不是要来请求恁温顺，你是故地。无论你是不是肯答应我，我一定要去。